大家见没见过3块钱面值的人民币呢？最近石家庄的陈先生在老家就找到了一张很可能是1953年发行的面值3块钱的人民币，堪称是空前绝后啊！因为当年国内的技术有限，就委托前苏联承担印刷，所以叫做苏三币。目前存在的这个存世的量啊是非常的少，十分的珍贵。网友就调侃说，这3块钱可以买个 iPhone 5了。